来自河北农村。八岁那年，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《少林寺》，当下我就决定上少林拍电影。到了少林寺，每天打拳、爬山、练腿功、蹲马步。从八岁到38岁，我实现了演电影的梦想，但心中总是能听到一个声音：你是少林传人。少林寺是什么？我会正式道场。你拼命保护的是什么？苍生。所作所为，坚决闭环。